驻纽约办事处长徐立文即将卸任，当地侨界最近举办欢送茶会，现场配合防疫，限定50人以下参加，全程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美国近来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，是否影响台湾争取参与？徐立文表示，国际参与一直是国家既定政策与人民想望，不会受到影响。台湾的国际参与本来就很困难，也需要争取所有我们能够争取得到的朋友的支持和帮忙。美国有美国自己的考虑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我们知道这个是他的现在的状况，但是台湾有自己必须要做的努力。那只是也许这样子，我们必须要看时事的发展，去调整我们自己的努力的这个一些策略和方向。至于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对台影响，徐立文指出，香港情势是一叶知秋，让人更清楚中共政权本质，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。人民有这样的警惕，对我们的建设自己的防御能力应该也是一个帮助。徐立文回顾4年半任内点滴，感谢侨界在台湾每逢地震、台风等严重天灾时捐款出力，热爱中华民国，关心台湾。侨界也肯定他任内推动外交有长足进展，和纽约华侨社会相处融洽。主要他跟我们的传统侨社，我们的华侨社会呢，非常相处得非常之好，而且呢，徐大使本身呢，和蔼可亲。做任何的事情呢，他都从来没有摆出一个外交官的架子，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。徐立文卸任后将返台接任外交部主任秘书，驻纽约办事处长则由现任外交部主任秘书李光章接替。